怎么讲？因为我不想旁边的这位女孩子是第一次来海口，对，不是吗？要不要叫一下？大家好，怎么讲？大家好，怎么说？大家好，那个大是要有一点点，大又一点多，对，大给好。所以在海南不要讲 hello， 要讲大给好。好，刚刚这首歌真的非常的热情，让大家感受到了就是不一样啊！这海南中学舞蹈三枝花，这个抖音刚刚拍的吧，是吧？你有看吗？我的天啊！对，舞蹈很厉害，在抖音上。谢谢。我真是太开心了，其实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在我的美丽海南家乡跟父老乡亲们这样有这样的演出，我真的非常的开心跟荣幸。对，看得怎么样？我觉得特别 sexy。谢谢。那其实要说到了飞，我觉得其实是在刚才我们的本当也有一样，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们的抖音的好朋友，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抖音当中看不一样的主播或者看不一样的内容。那今天其实要说到的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些事情是有看有说不定先看过我们的主播或者内容，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荣誉。接下来我要交给你这个荣誉。现在我们有请为我们开奖。好，2019抖音直播美好盛典年度新星十强男主播，请看 VCR。2019抖音直播美好盛典年度新星十强男主播，